这位资深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名叫北斗，每逢双休节假日他就组队到户外活动。对户外运动而言，十八重溪是一条经典线路。十八重溪给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整个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水质呢保护得非常好，非常的干净啊。我们每年都会非常多次带到十八重溪。十八重溪在闽后南部，发源于福清闽后永泰三县交界的昆崖山，是闽江大张溪下游支流。溯源而上，纵横交错着几十条长长短短的溪流，所以以十八重溪命名。十八重溪的登山线路起伏往复，而让登山者趋之若鹜。这是十八重溪连绵的地貌给予的馈赠。十八重溪有大大小小八十余座山峰，山石怪峭，峰峰奇绝，峰峦之中密布着洞穴，宽窄不一而成面目各异。不同于登山的驴友，游人们来这里的原因却是因为水。十八重溪的溪流经一段段峭壁悬崖的落差而成形态各异的飞泉叠瀑，自南而北一路水绕山环清流而下，于东岸注入大张溪。山的不济应和着水的通透，十八重溪仍保留着许多可以不断探寻的原生野趣。大张溪是闽江下游最大的支流，也是闽后境内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河流，源于德化县，从南屿镇龙泉村入闽后县境，并在下游入闽江口处冲刷出一片大平原。大张溪西岸平原属南屿，东岸平原就是南通镇。南通河道纵横，旧称南港，宽广的平原上现在仍是万亩良田，水土的丰腴也养育出辈辈英才。十八重溪有古城村，村民更愿意称作古陵村，是因为这里养育了宋代理学家号古陵先生的沉香。榕树之下走过苏板村榕荫古桥，有清朝首任游巡部尚书陈璧故居。走过陈错村灯影古桥，有集近代风云名人题撰的江山陈氏之词。
走进文山村文山书院，有民族英雄林则徐少时求学的书斋。追寻故事时，我们经常会感叹于传承的力量，而这种传承的力量也让我们有幸还能见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龙舟，也许方庄只是大张溪畔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可恰恰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造龙舟技艺，让这里成为闻名闽江两岸的龙舟村。眼前这个正在敲打龙舟的村民叫做方和根，一个有着40年造龙舟经验的老师傅。因的是分享工业，你是用古代对做风的，做风筝弄的，你是对做风筝弄。到了高雄基文对做风，为做做风，做风但弄弄的还断通的，拖拉拖拉断的嘞，我也拖拉断的嘛。但从我弄了，我是做一拉，从你是用我的水果就弄的，比我的马就弄的，小样的。但系好在难嘅咯，呢个就话咯。赛龙舟是我国一项具有浓郁的汉族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历史悠久，活动区域遍及大江南北。在福建民间，很多地区都热衷这项活动。闽后许多乡镇临水而居，赛龙舟也是这些乡镇重要的民俗盛事。以前呢，反正大概是两年年，我反正那叫反正对象，你反正大概有找我来陪对我，我来陪人来陪对我，反正没搞的。生意又很好，但是我不断要订钱，前段时间订呢，慢来慢到负担，我就话旷的时间就话很少呀，话旷了到五六七点不少啊，没白呀。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拼的是体力，这对龙舟制造会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同地域所用的龙舟规格也往往不同，因此龙舟制造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功底，还必须不断创新。那后个呢？到了对家分享做，像侬对地方分享做，因为我是姊妹做侬。但又中间又不断在东又在对多，少一点我少红水侬侬，都没得坏。古代那是便宜的话，但下边长得差边没边没东哦。但是这边变东哦，送变老哦，明白吗？但送白卡嘛，张经济仲话送速度就卡卡，明白吗？经过百年的积淀，造龙舟已成为方庄人独有的一种生活习惯。端午节，大张溪畔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龙舟盛事。南通东南面靠山，西北面临水，以往人们苦于这里的山缠水绕，常说南通南通。在很长的时间里，交通是它的阻碍。
与福州一水之遥，交通的触角最终还是必然地不断延伸到了这里。随着交通的畅达，这里的山水转而变成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稀缺资源，不再限制于一水一地的人们也有了更广阔的眼光。正在饲养金鱼的是南通镇泽庙村的村民张学文。过去人们都把养鱼捕鱼的人叫做渔夫，如今这些养金鱼的人却有一个很优雅的名字，金鱼艺人。我们是在1995年早期是在鼓山脚下，我们就当初刚刚开始做，就做了2-3亩地，慢慢开始养起。到了2002年，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南通镇，然后新建了这个在洲头的地方新建了一个70亩面积的养殖场。那因为南通经过我们反复的考察，南通的气候，还有南通的环境，还有南通的水源，都非常适合饲养金鱼。地处闽江水系流域的福州，气候温暖湿润，水质柔软洁净，矿物质含量丰富，很适宜金鱼养殖。美丽高贵的金鱼也因此成为了福州和福建海洋与渔业的一张文化名片。这其实空出来的也不行，你到冬天冷下来，密度太低，那水也淌不过来。能在本乡本土从事这样有艺术感的养殖事业，张学文觉得这是自己的专长与家园的情感最默契的结合。这个是红的国寿，你看它背要很顺的，跟鸡蛋一样的蛋种的，然后尾巴要90度的，头纹比较突出嘛，就比较富态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福州村民，我们中国人称它为国寿。福州是全国金鱼的主产地，产量和品质都位居全国首位。而在闽后，因为有许多像张学文这样的金鱼艺人，闽后金鱼又几乎成了福州金鱼的代名词。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金鱼看闽后，这是张学文们创造的传奇。如果说张学文的事业还是根植于鱼米传统的延伸，那么新出现的一切已是完全不同的，迎合于时代的景象。乌龙江边的城镇正快速变换着容颜，昔日的水网密布和新造的交通辐射毫无违和的完美组合，开辟出一座巨大的物流城。车来舟往，日夜不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和能量吞吐着现代都市和人们的海量欲求。南通早已不再南通，可以预料的是，不用太长的时间，
这块土地，就会以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面貌呈现于乌龙江南岸。前行注定是匆匆而精彩，而无暇反顾的路程中，我们的目光可还愿意回首榕荫下那架磨石的石板桥，溪水边那座斑驳的老土屋，江面上那艘锣鼓的龙头船。